我又来了。不会啊，男人不敢笑他。他是男的哦。对啊，他说是，我们都说他是星光二班里面的第三个男生啊。叶伟霆，你比较喜欢哪件事比较让你想哭？就是说你爱哭比较让你想哭，还是说你是男的比较让你想哭？说我是男的，我承认了。哇，这个作为这部电影的卖点还不错哎。叶伟霆其实是男的。给你的脱衣服证明这一切。好，那我看看美珍，你写谁？其实没有哎。Okay. 对啊。来，赖明伟。也是叶伟霆三票，我上次在哭，还是有谁忘词，就是很难过的话，我就不对，旁边有人在啜泣，别人出错你也要哭，对啊，他会很紧张，其他人的状况，然后如果有人哭，他会跟着哭，就替他感到难过。所以杜还想说，我要去看心理医生，为什么我一直那么爱哭？真的，爱哭没有关系啊。可是太夸张，人家会觉得是怎样，就觉得。就会觉得你累死，你像很没有价值那种感觉。可是我是真的难过，就会。所以如果你看播出的时候发现谁的镜头太少，你会不会替他落泪？就想说啊，今天黄美珍怎么才只有三分钟而已，然后就觉得他可能是拿着码表看这部电影。不会，可是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孕妇，然后一个人带着小孩子，然后很辛苦，然后我就哭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很辛苦？就是感觉妈妈就已经大肚子，然后又要带一个很顽皮的小孩子，然后就觉得他好累。你是看到小 S 吗？我还蛮幸福的啊。你有一阵子不就大肚子，然后牵着另外一个小孩吗？是啊，我有经历过这些啊。有没有很辛苦？还好啊。可是他哭了耶。哭什么啊？就你这样不是让那孕妇很难做吗？我没有让他看到，你默默在落泪，对，默默。所以就抱上登出来小 S 怀第二胎的时候，你就哭了。就是很感动，对，就觉得哇，小 S 就是他就沉溺于性爱，有什么好哭？就彼此那么相爱，跟老公你也会受到感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感动。Wow, 所以你们家的报纸版面上常常就滴着你的泪水。签唱会来的人不够多呢。这是我的朋友吗？回家再偷哭吧。没有发生过吧？没有在签唱会上。你们签唱会应该人都没有少过吧？都超过百个吧？三四百吧，三四百。这么多？嗯、对，因为我们都是大家一起聚啊，所以大家。每个人都有粉丝，各自的粉丝跟家族成员都会去。那你们会偷偷算谁的粉丝比较少吗？看得出来吧，因为大家都会拿牌子。谁的最少？最少的应该是……好，我们来答这一题吧。来，小 S 下一个问题就是，请问谁的粉丝最少？哇，你今天很恶魔哎！因为谁要听谁的粉丝最多这种话？哎，李导演，你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，有觉得叶伟霆是最爱哭的吗？我都跟着哭啊！你跟着哭？对啊，你后置我们在剪很多段都会哭这样，真的、啊、很感人。对，你应该你会很想要参加星光大道这个歌唱大赛吗？太没有老年族这样。好了，六个人一起亮答案吧，来。看情况不一定我啦，看地方自己猜。谁决定写自己名字的？谁给他白板的？天哪，你真的有感觉是自己吗？因为我的家族八千多个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不到场过。你看，对，他还要先讲说自己家族八千多个人，八千多，就是先下马威，然后再装谦虚。没有，就是他们在就是家族上面就超支持我，可是。到场竟然没几个，所以你是说你每一次出场的时候尖叫声都会比较弱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们的家族都很厉害，可是你呼喊，你的家族可能在英属开曼群岛什么之类的。我的粉丝都是那种国中国小生，所以他们都是会妈妈会行动，对，妈妈都会阻止他们。哎、嗯，家族八千多，在你们里面算多的吗？很多，算很多了，算多啊，算多。梁文英多少人？我没有算呢。不是有个现成的数字吗？家族多少人？家族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好，艾米伟，应该快一万，两个家族。黄美珍，他最多吧？一万，快一万六吧。有一点很多。我有四个家族，但是没有算过。是每一个都八千吗？
没有那么多啦。四个家族是你自己开的吗？不是，都是人家帮我开的。这不是连锁店自己开的吗？等于说你四个家族就赢在起跑点了。真的吗？可是人都好分散哦。嗯，所以美珍是到哪都最受欢迎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都差不多。可是你们超团结，他粉丝很疯狂，穿制服包车，准备拉炮的。我知道这一题怎么问比较好。好，你们把白板擦掉，我要问这个题。就是如果一个一个出场的话，你们最怕被排在谁的后面出场？像我如果在徐熙娣后面出场就很惨，就很吃亏啊，对，就是没有人理我。就谁谁谁都有，哎，你们等一下去吃。蔡明威口出惊人之语，连主持人都捏把冷汗了。难缠记者出现了，你们通常会把六个人当中谁最出去？你这是属于官方答案的那种型的人吧？我可以官方啊，但是也可以。所以你有试过？好，签到我看。不想要排在谁后面？美珍或者是佩慈。嗯。所以有发生过吗？有，但是还好，因为他们的粉丝都帮我尖叫。对，可是你还是察觉出来是人家在捧你的场。倒是不会，他们人都很好。我看仪容的 ，Don't care， 随便。嗯。所以你最后一个出场就大家很安静也没关系吗？通常不会，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我们去红海尾牙的时候，你有上台吗？有，也是尖叫声很大吗？也是，因为他们是红海的员工选的。所以本来就是他们喜欢的人才请他们去的。那次去红海尾牙会害怕吗？面对那么多人？还好。是你出道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吗？不是，有唱过跨年。哦，对，所以跨年也好多人。所以你有遇过很难搞热的场子吗？他自己。对很想热，但是热不起来。对，应该就是自己把场子搞冷这样子。OK， 我懂。他是走文静路线，你知道他热场不是太奇怪吗？又一天我看都好，嗯，所以有发生过你的尖叫声比较低的吗？看得很开啦，我就自己叫啊，哎呦呦，就自己叫。而且你们比赛出身的人，应该什么打击没见过吧？对不对？嗯，对，之前就有遇过蛮多这样状况，就看自己怎么看。红海尾牙那次你也有去啊？嗯，有啊。你有紧张吗？还好，可是因为人蛮远，可是如果他们再近一点就会很怕了。对。有收到郭老板给的红包吗？有。多少？有点过内容吗？有。多不多？多不多？呀，拉倒。六位数吗？好像对。好好。哎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五位数，所以是每个人的红包。梁文英在等他，因为梁文英拿到五位数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算错了。所以你们彼此有 check 过彼此的红包吗？绝对有。我们没有，是他先算的。你有拿出来点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是要走回车上的时候，就边走边点。我还要舔手指吧？没有，我就觉得。梁文英这样被拍到怎么办？你一边上车一边在点钞票。不是因为太贪财的样子。可怕，结果我就猜说应该是多少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，结果猜中没，然后证明看看是不是一样，结果是这个，嗯，然后你都不怕说结果那叶伟听的比你多吗？不会啊，我应该会去问吧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真的假的？你好有种哦。没有啦，不会，都一样。好，美珍我看看，美珍应该没在怕的，因为他尖叫声很多。对，赖明伟。曾佩慈、黄美珍、梁文音，你在梁文音后面会感觉到，因为他们的粉丝就是很有组织，就是他每个出来，就是说梁文音出来，然后他的那个，就他的那个粉丝就会讲那个什么，梁文音最美丽，怎样什么的，编一个顺口溜吗？是不是也变有口号？每次都不一样，你记得任何一个吗？你完了，你对不起他。